工也只是协助，主要是那个县里边的，我们那个消防措施，然后跟那个县里边那个消防大队，他们都在那个现场待命呢。一磅100米，一个就是在那个三清店那个门口，然后另一个是在那个龙虎店，然后另一个就是在那个龙湖那个桥上边。里面是不允许有明火出现的，那这个算是违规吗？这个肯定是他之前是做好那个消防措施了嘛，他这个是通过那个上边研究决定的。